我们看唐太宗刘光第的复生的，人家说你是个好皇帝，在历史上明君呢、啊。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明君造了地狱罪，那就不受国报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人家问他怎么堕地狱的，造什么罪业？杀人太多。隋朝末年嘛，各地方都起义造反了，他也跟着起义造反，把隋灭掉了，把起义造反的人通通都灭掉了，他才能坐上皇帝。打仗将近20年，杀多少人？杀人要堕地狱，他非常后悔。不杀人也能够统治天下，为什么要杀人？自己年轻无知啊，所以他最后讲出来的是，文化可以统治国家，佛教可以统治国家，那个时候不知道啊，做错事了。在地狱待这么长的时间，能够出来，还是靠他这一部群书的资料。这一部书被发现，我们把它印出来了，他离开地狱了。还来感谢，我们简直就不知道，因为这部书。他离开地狱，告诉我，这部书将来可以救全世界。